黑客竊取的是我們 MP 這十年來跟緊的連移動版檔案，在檔案裡面包括了幾個本地最大的毒品。大佬，我有兩個湯兵上場，找得黑客做事。欸，余信天啊，應該不是你姚所為，有些事想你幫手，人同槍明會搞定。叫你做人个墙，你而家俾人做咗我个墙，你一个人想玩晒全香港喎！多谢世界滅毒委员会香港分会主席余信天太平绅士。只要冇咗毒品，毒品嘅问题就冇解决。世界滅毒委员会啊，余信天主席啊，好耐冇见。系咁巧啊！妖，你财技天王上流社会嚟噶啦，而家搞我做乜嘢？其实我都知道余信天呢个大名好耐嘅，以前我系反黑，希望你继续努力，将毒品喺香港消失，踢毒品贩毒，拉嘅只系余毛虾仔，真正嘅幕后大老板，个个都好似余生你咁财名势大。一直都好致力于滅毒嘅工作，旧年就以私人嘅名义捐出咗2亿成立一个禁毒基金。我是一个重磅商人，我每年都要捐出去不同的城市捐款，帮不帮忙？怎么帮？一粒咋？阿巴斯今晚会接货，批货仲要寄，是金生源运过来的高速渡海陆鹰啊！阿头，阿巴斯给你，阿巴斯可能在呢度等住，睇定啲先。在单位住，兜兜。Ready to step up？我追击手。Go！起身。起身。你不要放在这里。The lily song。你话要啊 ？Yes, I will kill you。No one can get this one。请架火车，睇住尾波，开路俾个火车走。死咗两个阿伯，现场有闭路电视影到，阿巴斯喺度，即刻同上头申请涡轮通缉阿巴斯。收到。阿巴斯唔见咗嗰批货，即成亿，你应该知。我哋一定要查出边个抢走批货。边个掂毒品，我就救边个。放我！全部大佬叫我做真。警方初步证实，被枪杀死者有黑社会背景，怀疑区内嘅活跃毒品贼家。呢一宗已经系一个月内第三宗涉及毒品嘅枪击案，警方唔排除同毒品市场争夺有关。有组织及罪案三合会调查科同毒品调查科已经接受追查。我当年发过誓，我一定要捞。捞到成行城市，我会用1亿港纸嘅奖金，只要杀死香港最大嘅毒贩。系咪故意挑战警方啊？你究竟系滅毒委员会主席，定系正兴地下会员啊？而家啲市民真系以为我系香港最大嘅毒贩，我想请求警方可以24小时保护我人身安全。我足够1亿1000万。买喺余信天，天公，你搵人杀余信天，你喺 ICU 嗰条咩真唔我哋嘅比赛开始，系啊，我哋嘅比赛开始，你挂边个人？天公，呢个世界好你冇我。